过去呢，我们对巴西的了解是仅限于他们的足球比较有名，但是通过这次了解呢，我们了解到巴西呢的牙科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比较出名的。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它的款式的设计和它的材质，它的各方面的工艺，我觉得这是我们内地或者就是在国内工厂是欠缺的。我发现它有那种不断的创新能力和那种巴西的那种热带风情加在里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我们今后进口产品来讲是一个消费升级。巴西对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产品是非常物资比较丰富，产品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希望在和巴西在冻品啊或者矿产啊或者是木材这边有希望能有长期的那些合作。其实我们对巴西的产品一直很感兴趣，像巴西的那种有一种特种的辣酱啊，还有这种果酱之类的都是很有名的。